看一下他们跑哪儿去了。嗯，跑那边去了，带大家一起到我们这里来看一下啊，看一下我们这里的那个什么，我们这里的土地啊。这边是我们卖蜂蜜的大伯，他们之前是在那边的，后来搬到这里了，可能那边的土地不出租了，就是这样。到三四月份，对吧？蜂蜜就会好多好多，就是这样。这里是我们村的自留地啊，我们这边的土地啊，就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些一小片地啊，可以种菜吃，就是这样。带大家看一下。我家的我奶我叔家的都在那个角落那里，就是这样。这边的话是坟墓，是我们这一组，就是说我们这边的老人呢都是在这里的，过年大年三十除夕的时候都会到这里来祭拜这个先人嘛，就是在这里。这里的话就是地里面种的，现在冬天没啥菜哦，冬天没有什么菜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每家每户种的都不一样啊，看每家每户你想种什么，然后就去种，就是这样。过来过来过来，大家看看我家的地。到了，这是在这里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另外一个村了，这边是另外一个村，通向另外一个村。但是这边的话，前面他那边是收垃圾的，就把那条路好像堵死了，就是这样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家，我叔家，我奶家，就是这里，都在这里啊。就是说吃菜的话就可以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就可以到这边来，都可以到这边来吃点菜喽。像这些菜都是很新鲜的，这些菜都是很新鲜的。好好好，去吧。就是这样。现在冬天没啥太多的菜，没啥太多的种类吧，就是这样。好了好了，走走走。好了，走走走。今天带大家来我们家菜地转一下啊，一二三，对吧？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就是这样。四个兄弟嘛，都挨在一起的。好，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哎呀，然后这后面就是我们的菜地啊。看了了就回去了啊，估计这几只狗以后估计他们的领土又跑远了，估计他们知道以后往这边跑着玩了，就是这样。还是不让他们跑太远，因为没有人看着的话就不太安全嘛，就是这样。走走，好好了，走走走走，回家吃饭了，吃美食了，吃好吃的了。第一个吃好吃的谁呀？小花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啊，小谁呀？小黑永远是紧随其后的啊。这个笨笨永远是单行其道的啊，永远是特立独行，对不对？不听话就是这样。走走走。我先看一下路有没有车子，慢点儿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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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快点快点。这小花这说这啥情况啊，啥情况，你咋不进去呢？门关住了，对，我记得好像是门关住了，是门关住了吧，小花。哎呦，这家伙精得很，对吧？精得要细，快乐得要细。回去要喝水了啊，回去多喝点水，知道吧？看到没，这笨笨又丢了。先不管笨笨啊，估计他一会儿就跑回家了。喂喂喂，
不能乱尿啊！去去去，回去。嗯，在那儿喝水呢，这俩狗。嗯。喝水吧，喝吧。这笨笨不知道又去哪儿浪去了啊！反正他现在回家每次都是最后一名啊，就是这俩狗回家了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开开嘛，就是这俩狗都会先回来，然后的话笨笨总是最后一个啊。昨天他最后一个回来，衣服破了，不知道今天又会怎么样。那个狗真的太贪玩了，真的是让人啊，你说给他上绳子吧，又上不来，对不对？他又不开心，对吧？哎，让他跑着玩吧，又不听话，最后回家都不，对不对？就不跟大部队，对不对？有自己的想法这样的，哎。真的是，除非到自己出去，到村子后面对他大喊大叫，对不对？估计才能够把他给hold 得住啊，把他给 hold 回来。但是我觉得也没必要啊，现在反正也没啥人嘛，对吧？农村就是这样。小花在那边吃狗粮，在吃饭了。小黑在遥望门口啊，一直是遥望门口，意思这笨笨咋还没回来呢？真的是，啊。还没回来，这边门开着嘛，没事哦。笨笨，回来，站在这里召唤一下啊，看能不能把那个狗召唤回来啊！太气人了，这个狗。哦，天哪！谁能告诉我，笨笨这只狗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，它会这么的贪玩啊？就真的就很生气，真的很生气啊！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回家的，就完全就不回家呀，这笨笨。哎，这我正在说话的，这家伙就在旁边看着我，他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啊，就是不回家啊，在那儿看着我。你还搁那儿看啥了呀？啊，还等着我给你发棒棒糖吃嘞，奖励你嘞。你最后要回家，不是我搁这恨你，是不是啊？那狼啥嘞？狼你天天的啊，你天天狼啥狼？真是的，穿红衣裳你都狼，你看尿你一上弄的，真是人家小黑还出来应应他，还出来找找他。气人着狗，每回都是出来玩，每回都给他支气，真是。来看看啊，我回来还问问人家谁呀？问问人家小花的嘴。我刚才看到他在舔舔小花的嘴，意思是有吃好吃的了没有啊？嗯，真是的。要万一遇见我心眼坏的笨笨，你都哈呼了，知道了吧？那小黑还是支持，还找。出来找找你，是不是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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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也支持，你也支持。小伙儿是最懂事的，不是有这小伙儿的懂事，这小黑也不中，其实知道吗？小黑是不听我的话的，是吧？我说回家，这货懵逼了，往那一站，啥意思啊？我操！嗯，就是这，喝的慢点吧，喝的再呛住了再，真是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估计这雪也不会下大，我看这天估计也不会下大，我还是搁这外头玩吧。那个带大家看一下它这里面啊，天天对吧？那个就基本上天天都把那个给干翻了。我现在这个我先不给他们整理啊，我看他们会搞成啥样子，对不对？反正他们也不在那里面躺啊，他们就在这外面躺。我考虑要不要把他们这个给撤掉啊？大家可以说一下，这个要不要给他们撤掉这个狗？因为现在已经2月份了嘛。估计再过一个月，估计就天就暖和了，就不用再穿这些棉袄了。他们身上这个衣服也可以去掉了，就是这样啊。你看，我操那个你，真是的，是不是谁使坏呀？啊，咬你了一口啊，笨笨，叫你让你咬烂了，真是的，气人。还好意思吃，大家看看他还好意思吃。是不是？嗯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狗，对不对？